大家好，我是布莱恩，今天要来介绍的是魔术方块，教大家如何在30分钟之内绝对学会魔术方块怎么去完成。那学会了以后，你只要花3分钟不到的时间内，你就可以转完一个魔术方块咯。接下来的话呢，下一个步骤是顶部，第三层的顶部的黄色十字，顶部的黄色十字要怎么去把它做出来？好，那很简单。那你如果有这个，如果已经有看到有黄色的区块已经做出来的话，也不用理它，好，那直接做就可以了。OK， 好的。那我的习惯是看到有很多黄色的话，我都会让它朝左上方。你如果已经有预设有看到一些黄色的话，你就会让它在左上方。OK， 好。那我们会选择在这个的情况下，这个朝向左上方的情况下，我把这一面转90度。用刚刚的公式一样，叫做上、左、下、右这个公式。OK， 好，这时候再把它转回来，正常的话是要把它转回来看一下有没有完成顶部的十字，没有。好，没有的话我们再做一次。好，这里先转90度，然后开始上左下右转回来。哎，这一次很 lucky 哦。好，十字就完成了，这个顶部的十字就完成了，顶部的十字小花完成。那具体来讲的话，会做几次，这个也说不准，那你就做做看就知道了。 OK， 好，当顶部的小花完成了以后，我们开始要来找什么呢？找这个顶部的边块跟这个是不是相符，跟中心块是不是相符。哦，我们这样看了四个边。好，我们看了四个边了以后，发现到什么？发现到有两个是正确的，两个是不正确的。一、二 ，OK， 好的。那我的选择会是选靠着一边正确的，从不正确的这一边开始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用到的公式是什么呢？注意看好哦，上、左、下、左、上、右、右、下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那完成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把上面去让它去找找看。好，找找看。找找看有没有一致的边块。哎，有没有看到四边的这个边块都正确了？那我们这个步骤就完成了。好的，我再重新示范一次，大家注意看好哦。好，那方法是上、左、下、左、上、右、右、下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边块。错了，对。 OK， 好，都错了嘛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一个再来操作一次，上左下左上右右下。好，再来找找看，这个正确，这个OK， 好，两个正确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再试着做一次，左上右右下。
OK， 好，上左下左上右右下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 OK、好的，我们把它转回来了。好，你就是如果试了以后发现不对的话，那就要继续去做这样子的测试。好，那完成了四边的边块以后，那我们接下来找最顶层的角块，顶层的角块，顶层的角块要把它找到一样的话，那第一个我们就要看，这里是绿色的，这里是红色的，所以这里应该要是黄、绿、红，黄、绿、红，所以这个不对。那这里呢？哎，这个角块刚好对了，哎，运气很好。那这个角块呢？不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从正确的角块这边开始选择，正确的小块这边开始做这个动作。我们要的目的呢，是把四边的角块放到四边正确的位置。OK， 那我们从这一个角块开始操作。第一个步骤是左、上、右，这边的上哦，这里要非常注意哦。哦，左上右上，左下右，这边的下哦，下 OK。 那我们再来看一次，这一格不对 OK， 只要不对我们就重做一次，一样再从正确的位置这边出发。第一个步骤叫做左上右上，左下右下。好，那看一下这个叫做黄绿红，哎，正确，这个正确，这个正确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完成到了最后一个步骤喽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四边的角块也是正确的位置了。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次的一个操作，最后的一次的操作，我们主要要注意看好。这一次的操作，我只要注意的是这个的位置，这个的位置，这个的位置，如果正确的话，我们就换到下一个位置去。好，注意看好哦。好，我们从这一个点当起始点。这一个点当起始点，啊，那我们开始公式。这个的公式叫做左、下、右、上，有没有看到这两格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继续公式，左、下、右、上，哎，这两格一样了，一样了以后转90度。有没有？好，转了90度以后，继续使用公式，左下右上，这两格有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左下右上，这两格一样，转90度。 OK， 再来看，不一样对不对？套公式，左下右上，不一样，左下右上一样，不用转了，因为已经全对了，整面都全对了。这时候把它转到正确的面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从头到尾不需要30分钟就可以完成咯。你学会了吗？魔术方块是不是很简单？你学会的话，记得在我的底下帮我留言，按个赞咯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